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又到了我和你们一起猜蛋的时间了。看看今天我们这里呢，哦，漂亮的杯子里面有很多的糖果，糖果上面呢有好玩的玩具蛋，这些呢都是迪士尼玩具蛋，而且呢是俄罗斯的。那今天就和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看又漂亮的玩具蛋。首先呢，这有一个功夫熊猫的。好，咱们来看看。哇，这里还有很多的糖果呢。咦，这糖果里头什么也没有吗？这个糖果里是什么也没有。一会儿再看看下一个啊。这里面呢是巧克力。这样把它打开以后，里面呢还有一个胶囊。这是谁呀？这是功夫熊猫。咱们今天得到的就是功夫熊猫的，这是个老婆吧。看看，他拿着一个什么呢？大狗头。这个大狗头抡起来可以转的啊，抡起了一个大狗头。这是我们种地时候用的一种工具，它用来当武器了啊。非常可爱，大熊猫。好，咱们让它站在这里，再来看看这个可爱的，这个应该是哪个动画片里的吧？小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俄罗斯的动画片呢？咱们给它贴上，小朋友们喜欢哪一个就可以贴哪个。咱们来贴一个这个吧。然后呢，他的手、胸部。过机器人贴好喽，哇，这个也非常的好玩啊！再来看看这里头有没有呢？哦，这里有啊，我摸到了一个大大的东西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蛋蛋呢，哇，是被压扁了，在这个糖果里，看看，压都压碎了。里面这个是汽车总动员的，
子里真的有一个汽车哟。嘟嘟嘟，小汽车。下面呢，再来看看这个是谁呀？啊，是白雪公主。哦，这里的巧克力怎么了呢？发白了。哦，这可能是化了以后它又冻起来了，所以就变成这样了。这个巧克力咱们最好是不要吃了啊，把它扔掉。是什么呀？好大的一个玩具哦！这是一只大狗熊，看看这只漂亮的大狗熊。这个呢是它的肚子，哇，看看，一个大狗熊正向咱们摆手呢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看看这只大狗熊很像，对吧？哎，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了。哇，这里面呢，我也摸到了一个。出来了！哇，这个被压得更扁了。这是我们在运输过程中呢，被压扁了，因为它都是巧克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给它藏到了这个糖豆底下。这是一个小猪佩奇的玩具蛋，它是一个圆形的。小猪佩奇，哇，他扮演了这么多可爱的角色。看看这个是，哇，当上厨师了，太棒了。这是小猪佩奇当上了厨师，很像哦。看看我们的小猪佩奇还当过医生、太空啊、科学家，什么都当过，非常厉害哈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拆了几个蛋，5个，得到了好玩的玩具。那今天我们就给小朋友们拆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喜欢我们的可以订阅我们哦。